比较震动比较大的，就是您儿时认为是最难忘的事儿哈。对啊，你像一开始1月8号总理去世了，嗯，就对天要塌了，对，谁都知道，我俩因为这个结局这个局面是总理那撑着的，嗯，是，有些愿望也好，希望也好，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嗯，那个年代确实总理很难。嗯，李克强多轻松，什么都不管，这什么都玩有洗头的，到时候说两句就完了吧。嗯，以洗头为核心的，他剩下报纸见不着了。嗯，就跟他们退休一样，这就别播了。我就是76年，周恩来的作用比主席要大。嗯。冲着这个危局啊，对，要是周恩来说过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哇，这周有这一个原话，嗯，原话，我见过周恩来，嗯，哦，您在哪见的他？一个是人大会堂，一个是西郊机场，迎接周恩来从那个他给这个那几个人装文革都不让那个谁陈才道给扣了嘛，嗯。主席急了，陈才道，你胆儿太大了，你敢扣钦差大臣？派总理去接去了。哦，总理接没回首都机场，也没回南苑，西苑。啊，西苑，啊，西苑。晚上后边那个。嗯。我们去了。在周恩来明显着瘦、憔悴，但是走道还是这么精神。还有精神。给外人一看还这么精神，离我也就。也就车到我这距离吧。哇，好近的，那得近，不到就十来米。嗯，陈布达我也见过。哦，江青我也见过。哎呦，那见的都是风云人物啊！不管他怎么样。当时这好，这是中国文化革命旗手，那时候还没有四人帮这词儿呢。嗯嗯嗯。嗯。这是毛西，哎，这是毛西媳妇儿，这是毛。这不是贺子珍吗？现在就是他，别提贺子珍。少说话那时候对敏感呐主任嘱咐我们了、嗯、少说话陈毅我也见过我们跟他离俩桌子吃过饭咱们南港工厂劳动改造哦他改造的时候是吧南港工厂哦他在那坐着嗯他让这个警卫去排队、嗯、不许不排队啊排队规规矩矩排队嗯他别说我是我中央首长他不加字后边排队这俩大警卫，个儿也高，一瞧就是一般7个8个打不过他、嗯。高人，高人，陈毅，中央这些人我都见过，但是我以前没跟你们说过。这里提出这事儿，嗯，习总裁对我印象最大，印象最深。哦，都超过了地震了，嗯，76年唐山地震嘛，对对，是。我们就在大街上，就住这大街上。嗯、那时候单位，我爸我单位发竹子，发塑料布盖棚子。啊，就是那时候地震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不是你还看到过那个十里长街送总理那一幕？那个我过不去了，禁言了。哦、对，这啊，就这过不那边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长街你知道信儿再去，嗯、就警察就不让你去了，嗯、你就过了。那去的都是半夜去的。哦。你要真是不管的话，那就那就堵水泄不通了，就堵塞了，堵塞了。比现在车堵还厉，人堵那时候没那么多车。是，那总理的威望真是太热爱了，高，真的。要不主义说，反周民必乱嘛。嗯，这话当时知道，但是现在你官面上查不着。是，但是主席就劝江青嘛，你不能再什么了。反周民必乱，啊、哦，还有这个说法，对，嗯，晚没事时候，咱们沏上两壶小茶，嗯，我给你聊聊我俩个用的事儿。好，但是这不能录，对，要听听，哎，哎呦，这个敏感问题，那个啊，那个是极度敏感的，极度敏感，民间也聊，嗯。